翻台嘅综合新闻报道，今日咧要讲咧有关一单嘢咧，就令到姜糖或者高登仔咧都非常之唔开心啊！即系因为点解咧？有人咧居然咧已经应援到一个阶段啊！应援一个阶段咧，应援活动到一个阶段咧，就系神化神化姜涛啊！啊，即系早前咧，已经东方咧就已经话咩叫做姜涛变咗黄大仙啊嘛，换咗黄大仙嘛，我已经对于个标题都即系已经即系开始有啲唔即系觉得唔得啦，唉，不过算啦，之后冇发酵就算啦，即系搞到又话姜涛蛋，又话黄大仙蛋咁样样啦，已经搞到咁样样啦。咁近排直情咧系有一啲姜涛群组啊。即系我留意，我唔知道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啲咧，话俾我听，你哋都有留意到呢单嘢。但系咧，希望大家冇去做啊。咁就咧，将姜涛神化平安符啊，搞平安符啊，搞姜涛平安符啊。依家究竟发生啲咩事啊，大佬？哇！依家搞应援，你咪搞应援咯，即系因为我依家咧嗱呢一单，其实我一直咧都对于姜糖嘅应援咧都抱有一个支持，同埋一个抱有一个支持同埋鼓励嘅态度。但系即系当然我都当然讲啦，即系有一啲情况之下咧，都唔好太过即系喺一个安排上唔好大家有一啲嘈交啊或者等等啦。OK， 即系喺姜涛湾嗰度咧，就大家协调清楚啲时间地点咁样嘛。喂，但系今次呢单嘢咧，都真系令到人哋咧，即系觉得好，我觉得唔应该，我直情咁讲，唔应该将姜涛变为一个平安符咁样啦，究竟发生咩事咧？一人同大家讲。咁啊，开始呢段片之前咧，大家咧希望喺呢段片咧赞好同埋留言，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得噶啦，最紧要就同埋咧，请大家继续课金，就喺呢、这个呢段片嘅超级感谢、超级留言同埋超级贴图，继续去课金，俾高登仔一个好嘅数据同班 YouTube， 因为近排 YouTube 我个 ban， 即系我个禁止次数咧，就虽然改善咗噶啦，已经，但系咧都依然仲有，令到都真系好麻烦上片。咁啊，加上电脑开始已经陈旧啦，系嘛？喂，原来一部2000蚊嘅 notebook 唔系好顶得好耐啊！原来，唉，真系要谂下下一步点样做啦。OK， 好，咁啊，好啦，咁啊，废话唔多讲，讲翻呢单。咁啊，早前咧嗱，少少背景讲一讲先。咁咧，大家记唔记得咧？咁就呢、这个。姜涛演唱会咧，咁喺每一场嘅临尾咧，就会撒啲姜涛嘅公仔纸落嚟。大家记唔记得呢样嘢先？大家如果系其实应该有去姜涛演唱会个人演唱会嗰阵时咧，先至知道嘅，先至知道呢啲咁嘅有啲应援嘅，即系唔系应援啊，系讲紧嗰个墙上面派啲嘢落嚟咧，飞即系上面好似抌落嚟咁样样咧，咁有一啲姜涛嘅公仔纸咁样样啦。咁啊，呢样嘢就大家真系去执啦，嗰阵时真系都好开心嘅咁样样。咁啊，去执啦咁样样。咁啊，结果咧就讲紧咧就有咧。我唔知佢系一大班姜糖定系一个小，我觉得系小群组。咁咧就系叫做呢、这、一个将呢啲咁嘅应援物啊，将呢啲咁嘅应援物啊，叫做啊，我记得啊，叫做 baby 姜嘅剪影咧 ，baby 姜嘅剪影咧，咁就咧佢就执咗一大堆。执咗一大堆，应该系一个小嘅姜糖嚟，小嘅姜糖群组嚟，执咗一大堆。咁咧，跟住咧就摆到好似符咁样样咧，咁啊收咗落一个盒嗰度咧，咁即系好似咧有啲符咒咁样啊，好似一啲符咒啊。咁跟住咧就话，呢一个咁嘅 baby 姜嘅剪影咧，即系系从天而降啊，系嘛？一个从天而降嘅，好似符咒咁样样喎，即系保平安咁样样喎，咁样样。咁就叫做应援物，咁整咗一个好靓啲盒仔啦。咁我睇嗰啲盒仔啦，哇，好似嗰啲咁啊道术嗰啲咁嘅
宝盒咧，月光喺月光宝盒啊，周星驰啲月光宝盒啊，放呢啲咁嘅嗰啲 baby 姜嗰啲，即系姜图啲剪影落去咧，咁就叫做叫做开始做一个应援活动，咁就派啦，咁样样，咁呢单嘢，咁啊即系派咁样样啦，咁啊跟住咧，好似话仲有话唔同嘅版本咁啊，咁跟住咧就派啦咁样样，咁啊我唔知道系咪收钱啦，好似唔知收钱定免费派啦，总之系保平安、合家平安咁样样。咁啊见到呢啲嘢，咁啊即系一个小群组都唔紧要啊，跟住咧有另外一啲小群组咧就开始有样有看，跟住又话诶、原来我都收集咗一大堆喎、咁跟住我都再冇睇落去啦，跟住因为呢我都好似有第啲嘢做啦，唔知佢係咪又去即係更加整一啲平安符出嚟，跟住就话唔知下吉力胶定唔知整成锁匙扣咁样呢，咁就即係保平安，唔知佢係咪卖定咩啦，即係做一啲应援工作，即係话我整出嚟呢都係要钱嘅咁样，咁大家唔知俾钱买定係集资应援咁样等等啦咁样，咁就派。咁啊跟住就去咗，咁我跟住就冇 follow up， 咁啊跟住呢后咪有一啲姜同 group 呢都将呢啲咁嘅事件攞出嚟讲。咁啊有啲人就话啊几好啊几得意啊咁样，即係废物利用，废物利用。姜涛演唱会所有嘢都唔系废物嚟噶，同你讲，唔系话唔好话废唔废物利用。咁啊，跟住就话做啲嘢。咁但系有啲姜涛就觉得有啲问题。第一样嘢就话呢啲咁嘅 baby 姜呢啲咁嘅剪影公仔咧，基本上系喺呢个姜涛个人演唱会系免费审落嚟噶嘛，即系完结嗰阵时候，我记得系完结嗰阵时咧系审落嚟免费。攞噶嘛，即系大家收集到几多有几多啊，咁有啲跌晒落地下好多噶嘛，咁攞咗咧，其实我谂大会即系个人演唱会大会嗰个目标咧，就系希望大家即系一个珍藏，就叫做个人演唱会嘅纪念品咁样啦，当系咁大家收藏，咁高登仔都有，高登仔都执咗。几啊张啊 ，OK， 几啊张咁样，咁啊可能即系如果譬如我谂出席唔到演唱会嗰啲，咁睇下点样样啦。其实我一张就够噶啦，我一张咁啊，其余嗰啲我就即系摆喺度收藏住咁样，可能迟啲我又搞啲应援活动啊吧。咁当然就唔好去姜涛湾啦，咪费事一阵又搞出个大头佛，睇下点样样做啦。呢、这个容后再讲。咁啊，跟住咧就觉得咧，喂呢啲免费嘢，咁你又叫买个盒，系咪先？即系买个盒，咁啊整啲叫做锁匙扣咁样嘅嘢，跟住就嗱，我唔知道最后尾有冇人哋收钱啦，定免费派，但我睇嗰个举动咧，似系一种即系叫做应援集资嘅买卖，唔知收人哋几多钱系嘛？喂，你收人哋几多钱，系咪先？我觉得都唔系一蚊几毫啊，系咪？收人一嚿水系嘛？跟住可能就係咁喎，因为我真係唔知道佢最后尾收人几多或者收唔收，定係唔知係啲会员嘅活动定点。咁但係如果收钱呢，咁个问题我觉得就嚟啦。第一样嘢，你免费攞返嚟，虽然后尾可能有一啲加工啊，咁但我啲加工呢就好明显呢，佢都自己啊，我呢样嘢老实喎，佢就话喺淘宝买㗎喎，係咪先？咁喺淘宝买，咁买完咁加工，跟住收人哋110，咁你话即系叫做加工员，我叫做喂，我都有出钱出力出物资去买啊。但系喂，难免一个咁嘅盒，如果真系收人哋百几蚊嘅话咧，即咁讲咧，即系我睇唔到佢收几多钱啊。咁有啲 group 里面咁讲，咁我觉得难免就唔系咁好系嘛，系嘛？你唔好话食唔食水深呢个问题，可能人哋拣得好辛苦咧，系嘛？上呢、这个淘宝网系嘛？可能拣咗成个几两个月咧，拣嚟拣去，睇嚟睇去都合唔合心水，跟住又要同人哋去倾啊，又去搞啊咁样。咁样咁收人哋钱，咁啊可能当手续费或者系人工，咁都唔顶，咁都算啦，系咪先？即系有阵时当系居马费都要啦。咁啊！但系我觉得即系呢啲免费嘅，如果你有心嘅，你又唔系多系嘛？我唔知佢整咗几多啦，最后尾咁啊，你当系你嘅会员嘅福利咁样，咁啊送出去都得啩咁样，咁啊冇理由
但系我唔知啊，我都唔知啊，可能你又要钱啦，系嘛，整嗰啲咁啊咖喱胶定系盒咁样，我唔知几多钱啦，因为我对呢啲手作仔咧就真系麻麻地你会了解嘅啫。咁啊，结果咧就即系引嚟一班姜糖就话哇搞错，哇依家啲人认为系咁啊，哇咁啊下一次姜涛出席一啲宣传活动嗰阵时，又话。阿姜涛跌咗粒头，跌咗执头发，系咪甩咗啲头发？我喺台上面执到啊，我执到姜涛10条头发，哇！咁你咪天价卖出去咁啊？即系当然啲人系讽刺式咁样闹啦，咁样样。咁啊呢样嘢我又觉得，虽然可以咁样讲，但我都觉得又合理喎。哇！你一阵你话，即系依家，即系其实喺外国好多事发生噶嘛，好多啲姜涛嘅，唔系唔黐线，好多啲歌星明星咧，咪有好多剧组人员啊、幕后工作人员嘅，啊就成日话执到啊呢个明星嘅头发，执到呢个明星嘅底裤，执到呢个明星嘅袜，用过嗰把梳啊，making up 嗰啲叫咩啊，粉底啊咁样都有人买噶嘛，好多网上面嗰啲，咁当然真假成疑啦咁样，咁啊喂。咁如果佢咁样发展落去，今次你就话演唱会剪影啫，下一次你居然话喂，我求其攞张纸巾出嚟就话姜涛抹过水食完饭抹过嘴，咁我都系卖天价啦，系咪先？喂，即系咁样样咧，啲姜涛就话喂，其实呢个咁嘅此风啊不可长，系嘛？即系你唔可以话一啲姜涛嘅嘢。即系你话免费派咁我都算啦，有啲可能有啲免费派啦，我唔知。但系如果牵涉到金钱嘅交收同埋买卖咧，又似乎系即系有啲道理喎。你咁样样，喂，原来人哋睇我有价有市，我喺演唱会执张咁嘅纸仔，我都可以卖嚿几水嘅。哇，咁点我下次姜涛所出席咁嘅活动，我啊冲上去执下啲头发啦，咁样样啊，虽然可能突然间。可能下次执到条头发，以为姜涛骑晒小仪嘅咁样样，等大件事啊咁样样。咁啊咁样讲啦，咁样即系即管咁样讲。咁啊，此其二，咁啊，跟住我觉得啲咬文嚼字就好有问题，就话平安符。咁啊，喂，其实我觉得你系咪神化咗啊？有少少。喂，姜涛。第一，活生生嘅仲喺呢一个人间嗰度咁样样活动紧嘅，你又话呢啲咁嘅保平安啊、身体健康啊等等啊，咩龙马精神啊，系嘛？咩读书优秀咁样样，即系呢个我讲嘅啫。咁即系话佢话即系保大家健健康康、快乐咁样样。喂，咁我谂未免神化咗啦啩？未免神化咗姜涛，我觉得咁样样，我真系唔得喎，我觉得要反对，即系我最憎将一个人神化噶啦。你如果今日他朝一日你话姜涛呢个咁嘅姜涛呢啲咁嘅剪影可以做平安符嘅话，喂，他日姜涛饮过啲水，咁你咪可以当嗰啲符水咁样去买，咁跟住可能上网到阵时话，喂，姜涛咧吓。啱啱出席嗰个活动啊，呢樽水咧，呢樽咁嘅水咧，姜涛有饮过噶，咁啊，依家我咧就割爱吓，就攞呢樽咁嘅水去同大家分享。咁啊，嗱，如果你有啲咩嘅头晕身庆啊，近排有啲咩嘅阻滞啊，系咪有啲运程唔好啊？饮咗呢咁嘅水咧之后咧，就可以咧，即系逢凶化吉，系嘛？即系呢啲符水，喂，咁你真系想当年系嘛？真系想当年清代啲咁嘅义和团，咁即系话，即系叫做饮过符水啊，刀枪不入啊，面对八国联军嗰啲咁嘅洋枪咁样就即系刀枪不入，攞两把刀喺度玩神打咁样，咁啊结果咪俾八国联军打入咗北京，系嘛？连十二生肖头都俾人攞咗去国外，即系叫做拍卖咁样样啦，系咪啊？甚至系近排国内啲串流平台有嗰啲咩逃出大英博物馆，系嘛？都讲紧呢啲咁嘅耻辱，系咪？呢啲咁嘅耻辱，系嘛？喂，即系只不过系嗰阵时真系即系神化咗太平瞓下咗义和团，sorry 唔系太平天国，神化咗义和团。喂，其实
讲翻今日，你即系神发疆图，即系我睇到一件事啫嘛，系嘛？我睇到一件事啫嘛，真心支持疆图嘅人，系嘛？你话为利益系执翻少少居马费，咁我都仲勉强可以理解啊嘛，系勉强可以理解嘛？你执到呢啲嘢，虽然我都觉得有少少问题噶啦，系咪先？即系执完啲嘢去卖，系嘛？去即系加工少少去卖咁样样，都有问题。但系如果我可以理解背后一个利益嘅瓜葛啦，咁样样人啊贪心。即系越想搵钱嘅咁都，我都可以理解。可能你搵咗啲钱可以帮助电竞疆图公司运作，我系理解。喂，但我真系不甚理解，将呢啲咁嘅剪，即系呢、這个baby 疆呢啲咁嘅剪影图，当系呢啲咁平安符咁样样去派又好卖又好，咁我就真系接受唔到啊！即系因为咧，其实呢样嘢咧，将一个人神化。或者系叫做神化，嗱，我真系同大家讲下一啲历史啊。虽然我唔系教书，将一个人神化同埋妖魔化系争一线嘅啫。你明唔明白？即系争一线就话你可以一方面就将佢神化，一方面就可以将佢妖魔化，只不过争一步。咁啊，所以就呢一个咁嘅层面咧，系一步都唔可以踏出。即一步都唔可以踏出，系讲紧你唔可以将一个人咧去叫做奇幻化，或者系讲佢有一啲特殊嘅能力，系嘛？即系我啱啱讲过啦，如果你今日可以将佢呢一啲咁嘅剪影当系平安符去派或者卖，我觉得都系可能卖噶啦。咁啊，结果咁咧，他朝有一日咪就疆图饮嗰支水，你咪当符水出手，系嘛？跟住就变咗做。疆图有啲叫做咩啊？疆图影嗰张相仔晒成好似好细嗰啲，我唔记得咗啲 size 叫咩，即系好似掌心咁大嗰啲相咧。咁啊挂喺个车嗰度，咁样就当系即系叫做保平安，揸车保平安咁样样。啊，因为其实有噶嘛，即系有啲东南亚国家咧，将自己一啲国内嘅名人嗰张相咧，就即系贴喺车上面，贴喺车头上面，即系唔系车头上，即系放喺个司机位嗰度咧。喂，当系保平安咁样啊，系嘛？喂，咁样演化落去，喂，唔健康系嘛？同埋觉得系好奇怪，同埋喂演变落去，咁就会变成一啲神怪噶咯。即系我自己就不能够咯，我自己觉得不能够接受呢啲咁样样将疆图神化。叫做点啊？速信嗰啲咁嘅神怪乱力咁样嘅地步，即系我自己觉得其实咧，你问我搞呢啲嘢出嚟嗰啲人，究竟系咪疆图咧？咁佢哋即刻疆图 group 里面分享嘅嘢都系正常，譬如可能分享翻疆图一啲新闻啊、日常嘅做法等等，咁我都覺得可以理解，咁佢哋都係一個真嘅姜糖嘅 group。喂，但係問題上你搞埋呢啲嘢咧，我自己都真係唔開心啊！即係有啲姜糖見到都係覺得有問題。我自己高登仔，我自己就話係直情係有問題，係嘛？咁真係唔好搞啲咁嘅嘢咯。即係喂，你做正門做正門啦，你為錢係咪啊？你有陣時為錢去做呢啲嘢咧？我背后动机我都一再强调啦，我系理解，但系当然我唔鼓励啦，我理解。喂，但系你出于钱都正常啲啊，喺一个普罗嘅价值噶。但系你将呢啲嘢神化咗咧，就令到人哋好奇怪啊嘛，系咪先？即系你自己都姜糖都成日讲啦，神咩图啫？神图神图神神咗嘅信徒啊，系咪神图？系咪都有少少即系叫做？即系叫做神化嘅意味啊嘛，喂！但系你姜糖，你估唔到走，即系一方面又话人哋神徒好奇怪，你另外一方面你又自己搞啲咁嘅鬼五马六系嘛？呢啲咁嘅嘢，虽然系一小撮部分，即系我留意到，但系老实讲，你呢啲咁嘅嘢，你俾我啲咁嘅抹黑传媒出嚟啊！嗱，我今日要讲咗出嚟先啦，你俾一啲传，即系你估。
高登仔唔將呢啲嘢講到俾大家聽，你嗰啲傳媒自己唔冇針喺裏面嗰啲 group 咩？係咪 cap 曬圖出嚟啦 ？cap 曬圖出嚟，可能等遲一兩個月，跟住又話係咪？唉，姜圖神化啦，係咪？姜糖將姜圖神化啦，係咪？即係又話咩咩符咒又符水咁樣啦？你知，唉，你知依家啲傳媒可以作到幾大噶啦？咁啊，真係要講定啦，啊，真係要講定啦，我自己。我依家好清晰讲啦，我作为姜糖系绝对反对，亦都系唔同意咁样做啊！你话有啲真系为钱卖钱赚钱，我都唔系好同意。不过就即系动机，我系明白啊，为利益。但系你话将佢神化，将佢好似平安符咁出售咧，咁啊绝对唔系姜糖，我可以代表姜糖啦。我可以代表绝大部分嘅姜糖去表达啦，就绝对唔系大家姜糖嘅一啲做法同埋想法，亦都唔同意嘅，就系咁多。所以咧，嗱，我讲定先啊，即系如果第日咧又有啲咁嘅传媒咧，再将呢啲咁嘅样嘅嘢咧搬上报纸咧，去即系抹一抹黑姜图系嘛，跟住又屈一屈姜糖嘅话咧，咁我就依家事先声明啊，只系一小撮姜糖系咁样做，亦都不代表。絕大部分姜糖嘅舉動同埋行為，咁所以大家傳子立照啊！今日呢段片講咗出嚟噶啦，啊你都係咁嘅傳媒，我知道噶，我知道好多傳媒聽我呢條頻道噶，啊成日攞我呢條頻道啲料出去講噶，啊你夠膽你又攞我呢段片出去講，啊我就再作出反應啦。咁所以我再一次澄清，呢啲咧唔係我哋絕大部分唔係我哋姜糖嘅行為，就係咁多，好冇？好，今次。嘅姜圖綜合新聞報導就係咁多，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姜圖嘅綜合新聞報導，拜拜。